王一博这无处安放的魅力你能坚持看到第几章。王一博真的是实力加自信，是一把坚韧不摧的利剑，也是通往成功的船票。王一博最近在担任这就是街舞的队长，他点评掷地有声，尊重与信任每一位舞者。王一博演绎了很多角色，每一位角色都让人惊艳。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且为之而努力。他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，很多东西不是书本上可以学到的，是通过实践才能悟出来。王一博在街舞中不断的学习，虚心接受别人的指导。王一博说过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坏。抛弃明星的光环来说，他也是一个普通人，我们可以去学习他什么的优点。他是歌手，他是舞者，他是演员，他是85号赛车手，他是主持人，他是导师，在他身上的标签太多了。但是他在做每一个工作的时候都是十分的认真，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极致好。王一博最喜欢的香菜我也喜欢，香菜真的是食物中 yes